最近正在忙着准备即将开拍的新剧，这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挑战，因为我在新剧当中的角色和以往扮演的角色非常不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沁，今天是我第一天使用 SK2 Facial Treatment Essence， 然后来挑战一下这个30天的蜕变之旅。去真心付出，真诚的跟角色去沟通，最后观众看到的才是有感染力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做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心态美是最重要的吧，就心情好，就是由内而外的就感觉状态啊、气色啊，就是心里觉得挺美的。那现在是蜕变之旅的第30天，我马上要进入到我工作了。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天，现在的状态非常好。